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现在看到这一台600多块快要保夹的时候，我先来夹一下里面这一盒，它看看会不会煮，好继续打。现在这边后面想要先把它拉出来，希望不要再回去。下面的盒罐有点炸坏了。啊，回去了，糟糕，糟糕了。都不会死，糟糕了。这样坐位置有点难坐。切。完全贴地，谢谢。这台抓力很猛，我为什么铁笼上拿不起？这个这么痛吗？我要蹲下来点。好险！
好，放完钱了，继续开始。要不，还剩下400多瓦，你把它抓下来。变黄了，那刚刚为什么都不会走？哎呀，怎么飞到那边，飞到这么地方？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不要再看宝夹，第二位。